我问你啊，是不是非得要了他？只要我一天不同意，你就不罢休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无论你有什么办法，我绝对不会妥协的。那行啊，那今天我们玩不生吃大挑战，我输了我就答应生二胎，以后绝不反抗啊！还有，另外给你20000块，但是你输了你得给我2000块。2000这么少？嗯，我只要不生气，我就赢了，对吧？对啊。这还不简单？我打你可能不如你，但是控制情绪，我绝对比你厉害。那我先来啊！你矮，你脸大，你丑，你像个男人。你不像男人，你是非资产。你爸没有，我爸有钱。你爸1.6米。你身上除了烟味就是臭味，每次抱你我都想吐。你还晚上不刷牙呢，你有口臭。要不是你逼我啊，我一点都不想亲你。你长得没有钱的有帅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说只谈了我一个吗？哦，你骗我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就骗你了，怎么了？生气了吗？生气了吗？哼，你做饭还没有我前女友好吃呢。前天晚上我男朋友还给我打电话呢。哼，我到现在还有我前女友的联系方式呢，我还偷偷用小号跟她聊天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据说是真的。前天你不是去打麻将了？我正好可以光明正大跟她聊天，视频聊天呢。啊，以后多去打麻将啊，让我好有时间跟她聊天啊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都不是编的，你还说的是真的啊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说的哪个是真的啊？哪个是真的？啊？你是非资产啊？非资产，非资产。啊老婆，滚！哎呦，玩个游戏嘛，不带急眼的啊！刚才谁说了控制情绪很厉害的？下次啊，别吹牛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许说我，谁让你要说我的啊？说我飞机场。哎呦，这个是事实啊，你难道让我扭曲事实啊？对吧？什么事实啊？我谁让你要说了啊？跟你说过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你非要说。啊，行行行，我下次不说了。那你先把那个2000块给我，快点。你想得美，没有。哎，玩个游戏你别耍了，好吧？啊！别趁我发火之前啊，跟你说赶紧走，我马上要发火了。行行行，你牛啊，我玩不过你，我下次不玩了啊。